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593页啊，593页，倒数第三行当中，弥陀要解云，从这看起啊，弥陀要解云，经云。阿弥陀佛，正值同居途中，世生化身，乃复即报即发也。念老为我们简单解释说：啊，为经经中，比如说现在这个经里面所说的，啊。无量寿经所说的，正在说法之佛，是指同居途中，世身化身佛。啊，虽然是应化身，同时呢，也就是报身，也就是法身。这个话说的非常之妙啊，精妙到极处。很不容易，偶业大师能说得出来。啊，念老为我们做这样简单的解释，使我们对于弥陀要解当中所说的深信不疑。弥陀如是，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皆如是啊。那么再说到真实之处呢，十方法界一切刹土里面的众生无疑不如是啊，只是众生自己迷失了真心，不知道而已啊。弥陀示现出榜样，做样子给我们看啊，我们也看不懂。祖师大德把它说穿了，让我们每个人都明白了。下面引用云中钞的解释啊，这是阿弥陀经云中钞优希法师。他说：“
随土感见，土是四土。啊，实在说的呢，就是十报土、方便土、同居土。啊，随土感是众生，三土众生有感，佛就示现。啊，示现的三身有意义不一样。同居土里面，这是说我们这个世界见到佛的应化身是32相80种好，啊，还随着众生心，众生心不清净，烦恼习气很重，哎，看佛的32相，能看得出来，80种好啊，看不出来，因为太微细了。谁看得出来呢？方便有余土的众生，他们看得出来，32相、80随行好，都会看得很清楚、很明白。十报图里面的报身，方便图的声闻缘觉菩萨都看不到啊，那必须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正得初住，这才能看到。所以说三身呢有意不同啊，随即感现呢四图不同啊，是众生所感的，佛菩萨所应的啊，众生有妄想分别之处，如来没有，所以如来现身是自然的，啊，从自信里头流出来的，没有起心动念，当然更没有分别之处，啊，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这个里的意思很深。如果能够体悟少分，对我们现实环境来说都得很大的利益啊，我们遇到了障碍，遇到了灾难，就知道怎样应付啊，可见的佛法它有用，它不是没有用啊，确实能帮助我们改善生活。下面说：是故若与同居，但见同居本土者，则说法之佛，只是世身化身佛。啊，这是说六道里面的凡夫。迷得深，业障很重。啊，见到的佛像，见佛就是我们自己心之所感，佛自然应化的，佛没有分别之处。啊，是我们自己心变现出来的，真正是一切法
从心想生，佛现身都不例外。若见十报土，则见报身佛；若见常寂光呢，那就见到法身佛。佛之三身，譬如摩尼宝珠，诸体、诸光、诸的影像，三者不相舍离，一即是三，三即是一。所以，法身、报身、应化三身也复如是。啊，同居恒居上三土，也是这个意思。这意思真的是深啊，很深。表上三土啊，一即在同居，同居土里头有方便土，有十报土啊，所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能见到很多阿罗汉。啊，那么就是说，方便土跟同居土不二。啊，同居土的人能见到方便土，不仅看到方便土的罗汉、辟支佛，还能看见十报土里面的菩萨。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啊、文殊普贤，在同居土里面也能见到。我们这边这个三土有隔碍，哎，见不到。他们能见到我们，我们见不到他们。啊，这个障碍就是现在科学家所谓的空间维次不一样。啊，但是在极乐世界呢，空间维次没有了。啊，维次没有了就都在一起。啊，通通能看见。啊，能够交流。这些大菩萨对我们初学的人，这小菩萨也非常爱护。啊，所以我常常讲的是，为了大家听得懂、听得清楚、方便起见，我把极乐世界这个三土称它做高级版。啊，十报土是高级版。方便土是中级版，同居土是初级版，这大家好懂。啊，那么在极乐世界这三个班呢，在一起上课，啊，所以大家都能看得到。佛以一因而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妙啊！阿弥陀佛在讲台上讲经说法。你是什么程度，你想听什么经，哎，听的就是。啊，坐在一起，坐在隔壁，他听想听的跟我不一样的，哎，他听是他听的经，我听是我听的经。啊，一点都没有障碍。这是科学。我们这个世间科学没达到这个地步啊！啊，极乐世界早已经落实了，啊，他完全做到了。啊，那么底下这个比喻也好，啊，佛的三身像摩尼宝珠一样。啊，
住的体，是长极光啊，住的光是色宝图，住的影就是同居图跟方便图啊，三者一二三，三二一，不相舍离呀。所以，法身、报身、应化三身呢，跟这个道理是相同。同居，你看，恒居上善土，在同居土都见到了，也是这个道理。表上面的三土，一即在同居。啊，同居土里头有方便土。有十报土，有长极光净土，故往生极乐同居，功德殊胜，不可思议。啊，这一句话很重要。我们真搞清楚，真搞明白了，啊，一定要下定决心，决定往生极乐。啊，我们升到哪一头呢？我们老老实实，不要好高骛远。哎，像偶一大师所说的，大师当年在世，他是明末清初的人，出生在明朝，原籍在清朝，啊，有人向他请教，你老人家将来往生是什么样的品位？他告诉别人：“我决定往生。同居土下下品往生，我就很满意了。”的欧耶大师啊，显示出心平气和，没有丝毫好高骛远啊。老老实实，我决定的是啊，这是我们要效法的，要努力的啊。同居土生到同居土，等于生到十报土，等于生到方便土。换一句话说，极乐世界四土一生。一切生，这是殊胜功德，不可思议。再看下面这一段，又阿弥陀佛即时毗卢遮那如来，啊，这个话是谁说的？如弥陀苏超，苏超是莲池大师，啊，莲池大师说：“知觉云，总持教中，设三十七佛，皆毗卢遮那一佛所现。”啊，毗卢遮那。是《华严经》上所说的法身佛啊，毗卢遮那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是遍一切处啊，也就是遍一切时，遍一切处，就是长极光，无处不在，无所不在。就法身是一体啊，大乘经教佛常讲啊，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毗卢遮那是法身啊，十方三世一切佛
法身是一个，没有两个。十方世界，六道众生，将来个个成佛了，跟毗卢遮那还是同一个法身。这说明一个什么意思呢？整个宇宙原本就是一体。啊，我们今天分这个分那个，全错了啊！不能分呐、啊。啊，诸佛如来他不分呐、啊。啊，我们凡夫分，二尘也分。啊，因为二尘，他没有证得圆满。啊，二尘、三尘都在四圣法界。换一句话说，都没有离开十法界。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殊胜，同时脱离六道，脱离十法界。啊，一般修行这八万四千法门，是先脱离六道，再脱离十法界。啊，没有净宗这么殊胜。啊，净宗确实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啊，真的。一切经教里头都没有这个说法，啊，只有净土宗叫横超十法界，啊，苏超里面引用的智觉大师所说的。总持教中，总持教，什么一种？我们这个参考资料里头有，在第十二页。啊，总持的法门，以及密教的法门，啊，总持的意思，总一切法，持一切义。啊，那么在净土中，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是总持法。啊，比密宗里面的总持还要深，还要广。它真的是总持里面的总持。啊，那么我们知道西藏的密教，他们常常念的观世音菩萨六字大明咒，这是密教的宗旨门。念这个咒，跟我们净宗念阿弥陀佛一样。啊，我初学佛的时候，跟张家大师，啊，张家大师属于藏密，啊，边疆这四大活佛。他们的关系是师兄弟，都是宗嘎巴大师的学生。啊，西藏两个人，达赖班禅。啊，前藏是达赖，后藏是班禅。蒙古，内蒙是张家，外蒙是哲布真丹巴。啊，
他们是四兄弟四个人，一个老师传授的。啊，我跟张家大师，大师就是教我念六字大明咒。啊，我向他老人家请教，这个咒语啊，什么意思？啊，咒语的发音是嗡嘛呢呗德咪吽。啊，这是藏语发音。啊，大师给我解释，前面这个嗡，意思是身体。啊，嘛呢是莲花，呗德咪是保持。后面的哄是意，那翻成中国意思，身、莲花、保持、意，这是外国的文法。那么我们中国人怎么念法呢？中国人一定念保持身心，意就是心嘛，身心像莲花一样。这个意思好啊，啊，莲花出污泥而不染，啊，污泥表的是六道，六道上面的这个泥的是池塘，泥的上面呢是水，清水，那个清水就代表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啊，莲花开在水的上面，就是染尽都不染。啊，上面是上面就是十宝庄严土，啊，那就是真佛了。所以密也实在讲，不懂意思不行，因为这三密相应呢，啊，手接印，口念咒，心里头有观想。所以如果是你不懂意思，你就没有法子观想，那个利益就不圆满。啊，所以得把它讲清楚，讲明白。啊，我当时的时候也大概有两三年的时间，就是念这个咒语。啊，念欧玛尼拜德麦后。啊，常常想到。啊，保持身心像莲花一样，不要被污染了。啊，跟我们这个经题意思相应。啊，我们这个经题清净平等觉。啊，清净平等觉就是欧玛尼白妙红的意思。那么三十七佛这个参考资料里头接着看啊，有这一段呢，是从佛光大字典里面揭露下来的，为密教金刚界曼陀罗尘身会安置之三十七尊，又称他中三十七尊。啊，那么这是密宗道场里面常常供养的。啊，曼陀罗就是道场。啊，常供的三十七尊佛菩萨。这个地方把名字都列出来了。啊，第一个是无佛，无方无佛。啊，东南西北当中叫无方，这就是大日如来、
二世如来，报身如来，无量寿如来，就是阿弥陀佛。啊，不空成就如来。啊，这是无佛。第二呢，四波罗蜜，四大菩萨，这是大日如来的四个清净的菩萨，由大日如来所生，表四佛之定的。啊，他们的名号，第一个是金刚波罗蜜菩萨，第二个是宝波罗蜜菩萨，第三个是法波罗蜜菩萨，第四个是揭摩波罗蜜菩萨。那么这四波罗蜜菩萨分别为阿舍、报身、无量寿、不空成就四佛之能生养之母。啊，这个大日如来是主。啊，这个四方如来都是从大日如来，用我们的话来说，应化身实现的。啊，无量无边诸佛是这么样延伸出来的，通通都是从常寂光里面流出来。那么第三呢，有十六菩萨。啊，第一个是阿舍如来的四清净，金刚萨埵、金刚王萨埵、金刚爱菩萨，啊，金刚喜菩萨，这是东方阿舍如来。啊，宝身如来的四清净，是金刚宝菩萨、金刚光菩萨、金刚床菩萨、金刚笑菩萨。西方极乐世界，啊，阿弥无量寿如来的四清净，有金刚法菩萨、金刚力菩萨、金刚音菩萨、金刚语菩萨，啊，北方是不空成就如来，他的四菩萨是金刚业菩萨、金刚护菩萨、金刚牙菩萨、金刚全菩萨。第四呢，有八供养菩萨。啊，八供养菩萨了，有内外之分。内是供养，乃大日如来为供养四佛而六处。啊，就是喜慢孤无四菩萨。外面四供养呢，乃是四佛为供养大日如来而流出来的。啊，香花灯涂香。啊，这是八供养。最后啊，有四摄菩萨。啊，四摄菩萨从大日如来心中流出，将一切众生引入曼陀罗。啊，也就是说，将一切众生呢，接引到他的道场，表受集果地之法，化他之德。
啊，那么这个四摄法，啊，四摄法这个地方是一种比喻，你看，勾、塑、索、林是菩萨，跟显教里面的布施、爱与力行同似，有这个都有这个意思在里头。底下有一段文说，有关37尊的出生，经书不一。佛在经上讲的，并不完全相同。离去是密藏记等，如上书。上面所说的，是根据离去般若蜜。解释弥藏记所说的37尊，未有大日如来生四波罗蜜，由四波罗蜜生出四佛，金刚顶净，金刚顶瑜伽。37尊出生意，菩提心论等，未有大日如来生四佛，由四佛生四波罗蜜，六书金刚顶，瑜伽分别甚为修正法门，则说36尊，皆由大日如来生出。这个身处就是佛的应化身报身跟应化身报身如果我们把它显密合起来看，意思就很明显大日如来是化身，化身是常寂光。我们知道常寂光是一切法的本体，用哲学的名词来讲，本体它没有一切现象，能现一切现象每一个菩萨修行到最后成佛，都是回归常寂光。现在科学家所说的通通归到零整个宇宙从零开始，最后还归到零叫零极限的科学的名词零极限就是佛家讲的自性发性真心常寂光，常寂光三个字形容真心的样子。真心是什么样子？常是不生不灭。寂是不动不摇，就是自性本定。所以一定要知道。真心是定的，妄心是动的。定能生万法，动能改变一切法。所以大经上佛说，这一切法是心性识变。设法界一真庄严怎么来的？设法界一定是心现的产生这么多变化是识变的，识变就是佛常讲的一切法从心相生那么心想通通放下了，不想了
不想就归零了，就成佛了。啊，回归到究竟圆满，啊，那就是常寂光。啊，光有光明遍照的意思。啊，一切时，一切处，它都存在。啊，那么这个光，我们肉眼看不见。啊，科学家告诉我们，我们的肉眼能力很有限。啊，宇宙之中，许许多多的光谱，我们肉眼只能看到这一段，比这一段长的光波看不见，比这一段光波短的也看不见。啊，譬如 X 光，这被人发现了，啊，用仪器能够把它捕捉到，啊，紫外光，我们肉眼也看不见，啊，你是有多少光呢？无量无边，怎么知道？观经里面，佛给我们介绍阿弥陀佛的报身。啊，说阿弥陀佛的报身，身有无量相。啊，经上讲的八万四千相，八万四千不代表数字，代表无量。啊，身有无量相，每一个相有无量好，每一个好放无量光，每一个光里面有佛菩萨在做佛事。啊，佛事就是讲经教学，啊，你都能够见得到。所以在佛一个身相当中，整个宇宙的活动全在里面，你全看到了。啊，所以按照佛家来讲啊，宇宙之间的光啊是无量的。无量的这个光波，我们只能看到一种，其中的一种。啊，那么怎样才能恢复呢，小弟？啊，我们的弥勒自性，弥勒自性变成阿赖耶，阿赖耶是波动现象，跟他这个波动相应的我们看得见，跟他这个波动不相应的我们完全看不到。啊，定是恢复六根能量唯一的好方法。啊，佛修定，在中国的道也修定。我们细细去观察，世界上这些大的宗教都着重定，啊，着重心地清净。啊，这个道理佛讲得清楚。无论什么法门，都要遵守这个原则，戒定慧。啊，因戒你才能得定。啊，不持戒不能得定。啊，因定开慧，智慧开了。智慧开了，什么样的光波全都能看见。你看到这个世界就变不一样了。
啊，你全看到了。那么下面是又依密藏机所在，内四供养啊，那是四佛为供养大日如来所流出者；外四供养呢，那是大日如来为供养啊四佛所流出，六十六菩萨主慧德，故称慧门十六尊。四波罗蜜、八供养、四摄等十六尊主定的，所以这些总共合起来，都是从戒定慧三学里面开出来的，啊，没有离开戒定慧。啊，十六大菩萨代表慧，十六也是圆满的数字，表法的。啊，八公、四摄、十六尊，这是主定的。啊，这个合起来十六尊，定门十六尊。我们接着往下看。啊。总持教中，说三十七佛，皆毗卢遮那一佛所现，为遮那内心，正自受用，成于无智。啊，无智是自受用，自当中央法界清净之。啊，四从四智流出四方如来，其妙观察智流出西方极乐世界无量寿如来，则一佛而双二土也。因弥陀就是毗卢遮那，故云一佛。那土呢？净佛国土啊，二土啊是华藏跟极乐，双是兼有啊，意为兼临，这就是一佛啊兼临两个净土啊。阿弥陀佛就是毗卢遮那，毗卢遮那就是阿弥陀佛啊。毗卢遮那《华严经》上所说的华藏世界，华藏世界跟极乐世界什么关系？99年，我第二次在新加坡起讲《华严经》啊，有同学来问过啊，弥陀净土跟毗卢遮那的华藏世界，华藏世界是十宝庄严土，那有什么关系？我举了个例子告诉他，我说华藏世界好比是新加坡啊，极乐世界呢好比五节路，新加坡最繁华的一条道路叫五节路。我说你懂得了吗？华藏跟弥陀净土关系就像这样的啊，西方极乐世界是华藏世界最精华的地区，是一不是二
啊，那么你想到哪里去，由你自己决定。啊，实在说，我们要生华藏世界，可没有那么简单。84000法门，都是讲修华藏世界，时间很长很长，不是一生能成就。哎，可是你要修净土，很容易你就到华藏世界的中心点了。啊，显示出这个法门的殊胜呐！啊，这不是随便说的，啊，确实有经典依据。又东历，这个东是日本，啊，日本在我们的东方，啊，日本的密宗也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啊，又为阿弥陀佛即是大日如来，啊，日本新教大师，阿弥陀。密室，密室是注解的名字。啊，他给《阿弥陀经》做了一部注解，里面就说：“业者无量寿，化身如来，具法界功，不生不灭。是故大日如来，或名无量寿佛。”这都有根有据啊。二者呢，无量光，化身如来，妙观察智光啊。这是转八识成四智啊。啊，迷了的时候就八识，觉悟了的时候就四智啊。啊，四种啊，智光，啊，化身如来的妙观察智，遍照无量众生，无量世界，常恒施利益，故大日如来，或名无量光佛。啊，等等就生掉了，大日就是毗卢遮那。啊，就是阿弥陀佛。啊，阿弥陀的意思，从梵文上来说，阿是无的意思，弥陀是量，啊，佛是智慧或者说是觉悟。啊，阿弥陀佛翻成中国意思，无量的智慧，无量的觉悟。是这个意思啊。那我们知道，每一尊佛都是无量智慧，都是无量觉悟，所以阿弥陀佛这个名号是一切诸佛共同的名号啊。而极乐世界这一尊佛呢，用诸佛共同名号作为他自己的名号。啊，实际上，整个宇宙是一体啊，啊，都是显示这个意思，希望我们能体会得到。啊，既然全宇宙是一体，我们起心动念，要为全宇宙负责任。啊，要全心全意为全宇宙就对了。啊，不要分哪个法界，哪一尊佛土。
甚至于更小的分哪一个星球、哪一个星系、哪一个国家、哪一块土地，这就越搞越小。那就错了。本来像楞严经说的，确实我们的心量是心包太虚，量周杀界，这是原本的心量。为什么现在连两个人都不能包容？心量小到这个程度。中国有一句谚语说得很好，叫“量大佛大”。现在人心量太小，就是他没有福报。心量越小，越没有福报；心量越小，越生活的越苦。苦从哪来？自己找来的，不是外面人嫁给他。他心量太小了，所以量大佛大，应当把心量拓开。拓开心量的书，这个教科书，我觉得贤首过世的《望经还原观》很好。这一篇论文不长，把《华严经》里面的道理、修学的方法全部说出来了，真真难得。《华严经》的最重要的是讲宇宙的缘起，万物的缘起，生命的缘起，以及我们人，人是指自己，自己从哪里来的？讲清楚了，讲明白了，后面一半是教我们生活，应该有什么样的心态？去生活，在生活当中回归常寂光。教给我们四个基本的德行。你要做菩萨，四个基本的条件。第一个，随缘妙用。你如果真的是菩萨，你能够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这就是妙用。恒顺众生是随缘，随喜功德是妙用。无论是顺境是逆境，是善缘是恶缘，菩萨通通把它变成提升自己的增上缘，教化众生的增上缘，这是智慧，这是德能，高明到基础啊！它不造成障碍呀。这是要学的，学了之后，你的一生呢就非常快乐，你天天生欢喜，你不会生烦恼，为什么呢？所有烦恼都被它转成了欢喜，才有这个能力，这叫真实智慧，真实利益，因为原理就是一切法从心想生，换一句话说，看你怎么想法。顺境、逆境、善缘、恶缘，看你怎么想法。你想法正确，跟佛一样的，你把境界通通转过来了。你在境界当中得大自在。
你在境界当中圆满成就啊，一丝毫不迷惑。啊，这是大乘佛教无比殊胜之处。啊，没有一样不能转的，说明念头的能量的确像现在科学家所说的，啊，能量是无法形容的。啊，这个能量太大了。大乘教内容非常丰富，从哪里下手？啊，我们现在发现了，就从这一部经、这一部注解下手。啊，这一部经、这部注解，黄念祖老居士，这是有智慧的人。啊，他引用了83部经论。里面的经文解释这部经啊，用了10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来注解这部经啊，所以总共用了193种。啊，读这个注解等于宗门教下、贤教、密教、大乘、小乘，啊，193种著述里面，你都读到了。啊，这里面引用了很多，你比如这边讲的37幅。啊，那我们还要去查参考资料，啊，那就更丰富了。这些参考资料，我们所收集的参考资料，大概分量呢，也跟这本书差不多。啊，这就免得我们自己去查字典，去找东西了，通通找出来了。所以它太丰富了。这一生呢，这一步就够了。啊，心就定了，我就定在这部书上，一生专学这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专读这部经，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听人家说的，不懂不要紧，没关系，我只天天念它，念到心。清净心先前，自然就明白了。那个明白跟佛所说的是一个意思。啊，我们知道佛说经没有起心动念，佛的经是从清净心里头流出来的。所以我们要想他这个怎么讲法，那个怎么讲法，全错了。为什么？佛没有讲法。你到没有讲法的时候，你就完全明白了。佛佛道同，啊，佛佛所证完全一样，没有两样。这个道理要懂啊，因为懂你才有信心，你才会听话。你有疑惑不懂，啊，那你掺杂自己意思在里头，或者是别人意思在里头，那都不如法。啊，佛法妙就妙在此地。啊，佛法难也就难在这个地方。啊，佛法不专制，佛法不约束任何一个人。啊，完全是开放的。啊，为什么？它跟自信相应，
啊，自性是善，真的是至善，至于至善。啊，起心动念，那是阿赖耶妄心边上事，那是邪，那是偏不正。啊，专八识称四智，用一句名号，一句阿弥陀佛，就成功了。往生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帮助我们，加持我们，通通转过来了。啊，转过来的时候不知不觉，啊，自己没有感觉到，阿弥陀佛把你转过来。这个不可思议啊！啊，什么时候转的呢？我们现在渐渐明白了，在莲花里头转变的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把这个肉身丢掉了啊，自己清清楚楚啊，坐在莲台上，阿弥陀佛化送来。这个花是开的，啊，坐在莲台上，花就合起来了。阿弥陀佛带着这个花到极乐世界，就在这一段时间里，八识转成四智。啊，所以一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悟无生呐、啊，悟无生什么境界？七地菩萨的境界。证得无生法忍啊，花一开，自己就到这个地位啊，所以这是阿弥陀佛的恩德，阿弥陀佛的慈悲啊，是四十八愿的愿力，是阿弥陀佛无量界修行的功德力加持。帮助我们转了，所以一到极乐世界，皆作阿惟越智菩萨。啊，这一桩事，难行之法，谁难行？声闻缘觉菩萨不相信。啊，为什么不相信？他们修行太辛苦了。好不容易修成阿罗汉，阿罗汉好不容易修成辟支佛，每提升一个境界都非常不容易啊！那么到西方极乐世界，怎么这么容易就得到了？他们修行修到阿惟越智，无量劫，真的不是假的。啊，然后还要三大圣期劫，才能修成妙觉，回归常寂光。啊，净宗法门怎么这么容易？啊，是不是佛特别开辟的这个安慰那些下根人？不见得是真的，这就是许许多多菩萨不相信啊！菩萨跟这个法门没有缘分啊！啊，凡是能够相信的，都不是普通人。这也是佛在《大乘经》上所说的：每一个往生的人，啊，甚至于临命终时。那口气还没断，有人劝他念这一句阿弥陀佛求生净土，他相信，他发愿，真想求往生，一句十句佛号，阿弥陀佛都来接引，生到极乐世界。
得到的殊胜利益是平等的。啊，这都不可思议啊。啊，那么这些人他为什么能相信？为什么能欢喜？这个众生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那你就晓得他的善根多厚啊！没有这么深厚的善根，怎么一说你就相信了？哪有这个道理啊？啊，个个都是过去生中善根深厚啊，善根福德因缘，这三条通通具足，你才能得生。啊，每一个往生人没有例外的。啊，换一句话说，净土宗的学人都是善根非常深厚。啊，有深厚善根，不是到这个世间来了，没有遇到善缘，被污染了，污染的也很严重。啊，那就看这一生的缘分。啊，真正遇到善知识，得到他的帮助，我们就破迷开悟，真相信，真相信净土是开悟。啊，真发愿往生就能生。欧耶大师说得好，能不能往生，决定在信愿之有。你有信，真信，真愿意到极乐世界去，这就是决定往生的条件。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四徒九品，品位高下，那是念佛功夫的前身。啊，这一句很重要，不是说念佛多少，与念佛多少不相干。啊，你念佛念了一辈子，功夫浅不深。啊，功夫怎么说呢？与定、戒定相应，这功夫，特别是定功。啊，我天天念佛，念一辈子，但是念佛里头有妄念，有杂念，这功夫浅。啊，人家念得少，一天只念个十声、二十声。啊，但是声声里头没有妄念，声声里头没有杂念，那个功夫就深。啊，所以念佛的时候要放下万缘，什么念头都不要想。啊，自己早晚如果有定课的话，做早晚课，把电话线拔掉。啊，门关起来。啊，为什么呢？静心，不要有一点点扰乱。啊，这是从功夫上说。这些东西最容易破坏你的功夫。啊，那么最忌讳的时候，念佛的时候还想别的东西。啊，这把你念佛功夫通通破坏掉了。啊，念再多都得不到受用。啊，所以大势至菩萨教导我们，度摄六根，净念相继。啊，这个方法是菩萨教的，菩萨是念佛成佛的。啊，他把他自己怎么成佛的方法教导我们。啊，度摄六根是把我们的六根眼、耳、鼻、舌、身、意，从外面境界上收回来。啊，眼
不是叫你不看色，啊，最好是不看，耳朵最好是不听，初学，功夫成就了，看不要紧，心里头没有，不执着，啊，就是他不放在心上，这就对了，放在心上就错了，啊，心要清净。啊，看得清清楚楚，听得清清楚，是慧。啊，慧要有定，没有定，这慧是假的。啊，定是什么？如如不动。啊，看清楚了，看清楚了，有没有起心动念？没有。有没有分别？没有。有没有执着？没有。啊，那么这个见。就叫佛知佛见，佛的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清清楚楚、寥寥分明、如如不动，啊，没动一个念头，啊，这是佛境界，啊，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菩萨境界。啊，有分别，没有执着，阿罗汉的境界。啊，如果三个都有，你是六道凡夫。啊，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有执着，这是凡夫。啊，那么起心动念里头有染，有净，有善，有恶。果报不相同啊！啊，佛教导我们了，染净善恶统统放下。啊，自信清净心里面没有一法，啊，念佛法都没有。啊，心里还有个佛，你就见不了性，那障碍。啊，佛也没有。啊，这个难呐，这是一乘法，上上根人，他行。我们怎么办？我们把一切都放下。把阿弥陀佛请到心中来，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我们能不能成佛？不难，但是什么？能往生。啊，往生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天天跟他老人家学，再提升到那一步。这个法子好啊，为什么到西方极乐世界最大的好处，你别想别的，只想一桩无量寿，你没有生死了，啊，寿命长远，无有限量，身体不衰不老不变，啊，永远年轻，啊，你看看。这个对你修行起多大的帮助？我们为什么要搞无量劫？就是因为生死轮回。这一生修得不错，死了之后，啊，有投胎。纵然投胎到人道里来，至少要耽误20年，啊，你才能接着修，不容易啊。啊，唐朝的悟达国师，涉世高僧，这修得不错了。啊，每一世都有缘出家，都有缘接着修行。
成为国师啊，皇上的老师，啊，感到很荣耀啊。皇上供养他一个丞相宝座，我们叫太师椅。啊，这个太师椅，沉香调的。啊，他接受了，就感到很光荣了。啊，这个出家人当中啊，这第一了，傲慢心升起了。有这一念，他的护法神离开了，冤亲债主找来。啊，冤亲债主附在身上，变了一个人面疮，在膝盖上，差一点送命。啊，这个事情就是这个人面疮说出来，人面疮他会讲话，说出来，告诉他，在汉朝时候他们结的怨，深仇大恨。啊，每一世他都跟着他，但是每一世他都修行，都修得很好。所以护法神守住他不得其变。啊，这一生当中，接受皇上的丞相宝座，生起傲慢心。护法神离开了，他进来了。啊，迦诺迦尊者阿罗汉。帮他化解，啊，用慈悲三昧水化解了，说法全道。啊，悟达国师承认错，认罪，忏悔，请他原谅。啊，这个原叫慈悲三昧水忏，这个故事就这么来的。啊，这不是假的。历史上有记载啊，啊，真有这个人，真有这个事啊，啊，所以人千万要记住，不是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我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常讲啊，不能死啊，为什么？你要不能往生的话，死了就不得了啊，麻烦就大了。啊，如何真正能得到不死？我们现在遇到这个方法，我们念佛的人往生极乐世界不死啊，往生是活着往生啊，不是死了以后再往生啊。啊，你在往生的时候，你看到佛，别人看不到，你看到。你看到佛拉着莲花来接引你，你自己知道自己就爬到莲花上。啊，活着去的身体丢的不要了。啊，登上莲花身体不要了，所以是活着去的。到极乐世界是永生，再也不会有生死了。啊，生死这个事情摆脱掉了。啊，那么修别的法门，修得再好，还是生死没脱离。五大过失，世世高僧没有离开生死。啊。只有遇到这个法门，这种太幸运了。要把这一桩事情看作，这是我一生最大的事情。我要往生极乐世界，其他的鸡毛蒜皮小事。啊，度众生是随分随力。啊，他绝不障碍我往生。
我可以干；障碍我往生，我宁愿不干。我到极乐世界，在道家慈航再来度众生，就没错。不能因为做度众生的事业，把自己这一生往生的缘失掉了。这个失掉，再一次的遇到，可不简单。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尤其是净土宗，尤其是这一部《无量寿经》的汇集本，为什么早不出现，在这个时候出现？这个出现，跟释迦牟尼佛降临降生意义是相同的，这真的叫一大事因缘。下莲居汇集这部经之后，写了一个对联。浊世无浊我世啊，浊世无如念佛好啊，没有比得上念佛的啊。此生端为大经来，他这一生到这个时间来干什么的？就是汇集这部经，他就为这个来。黄念祖老居士是他的学生，经汇集成了，老师嘱咐他，你为这个经做一个注解。那黄念祖的一生专门为做注解而来的，一生的修行功力帮助他选择经论，帮助他借取文具来注解。晚年这个六年成就了，你要晓得一生呢，他所学的统统在这部书里头，为这个来的。我们很荣幸参加了这一会，他们留下来，我来流通来宣传就专门为这个事情。除这个，这不是我干的事情我们来流通，大家会相信。凭什么呢？有50多年讲经的经验，不是随便的，不是随便选择的，是一种智慧的选择，德能的选择，经验的选择，别人才相信啊。那么这么多年的学习，现在这个晚年，自己能体会到，对这个经，越讲越透彻，越讲越清楚，越讲越欢喜，越讲往生越有把握。所以无论哪个地方人家请我讲经，我就讲无量寿经，而且就接着讲，我不讲别的。别的经论有很多法师都在讲，去找他们去。
我在马来西亚，槟城有个法师来找我，请我讲《楞严经》。啊，我没有答应他。啊，我讲《无量寿经》行，讲别的不讲，而实际上，《楞严》是我的看家的本事。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学经，楞严是主修的。啊，早年讲过七遍，我也非常欢喜这部经。啊，这真的不是假的，非常欢喜是一桩事情。往生极乐世界又是一桩事情，啊，往生比欢喜要高，要殊胜。啊，我在《楞严经》里面接受了净土，啊，在《楞严经》25圆通章里面。我看出观世音大士智，啊，代表特别殊胜法门，啊，一般人读楞严粗心大意，只看到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文殊菩萨的选择。啊，收获了文殊菩萨精选圆通，是两个人，不是一个人。啊，观世音菩萨太明显了。啊，25位菩萨次序的排列是六根。六尘、六识、七大，是这么排列。那么，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啊，他排在第二名。第一名是眼根，第二名是耳根。啊，25个位次，他排在第二，把第二拉到最后，这个太明显了，那大家都看清楚了。啊，排到最后，那就是特别法门。啊，像我看戏一样，把它摆在亚洲戏，它最后一个演出，它本来是排在第二，把它摆，这个太明显了。啊，那么大势至菩萨圆通章也被移动了，但是它不明显了，为什么？它就换一个位置，其他。地水火风空间是啊，这个七大里面呢，它是排在第六，大势至在第六，弥勒佛在第七，啊，他跟弥勒佛换一个位置，啊，他排在弥勒后面，排在观世音的前面，两个特别法门呢，不是一个。这个两个对调的时候，不明显，大家都疏忽了。啊，那么大势至这个圆通章是念佛，观世音菩萨是耳根呐，用耳根的方法摄心念佛，啊，佛号。从心中生出来，口里念出来，耳朵听进去，啊，这样什么？这样你就不会有杂念了，不会有妄想了，啊，叫摄心念佛，啊，自己念，自己听，念得清清楚楚，听得清清楚楚，啊，这叫摄心。
念佛的时候没有杂念，没有妄念，叫一心专念。我早年学楞严，楞严经讲过七遍，没有讲到这个问题，我也没有注意到。人家问我，文殊菩萨为我们拣选法门，那我们也看到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二根圆通章我还单独讲过，讲观世音菩萨三经，他的三部经不是独立的，都是附在大经里面，华严经里面它是第七回向，善财童子五十三财，是住，是行，是回向。观世音菩萨是回向里的第七回向章。善财童子参访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把自己修行证果，这些理论方法经验说给善财听，这是观音三经呢，它排在第一。那么第二呢，就是楞严。楞严二十五圆通，最后的也第二十五。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说明这个世界众生耳根最利，看未必能看得清楚，听得清楚。所以佛当年在世，用音声说法，没有文字，大家听着开悟。中国孔老夫子也是用音声教学。孔老夫子教学没有讲义，跟师尊一样，都是口说耳听。那么第三步是《法华经》里面观世音菩萨婆门品，叫观音三经。这个顺序是按照师尊讲经先后。世尊成道第一个讲华严，华严摆在第一。楞严是方等时候说的，就摆在第二。法华是最后说的，在般若之后最后说的，所以普门品摆在第三。这个三部经的顺序摆第一第二第三，按照释迦牟尼佛讲经先后顺序排，观音三经呢，学观音菩萨这三部经是最重要的。大经大论呢，要做参考。这个大经三部大经，华严、楞严、法华经。能读这三部经，学习这三部经，观音菩萨这三部东西就能讲得很好，讲得很圆满。观世音菩萨跟我们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我们虽然是修净土，专修净土，这个三经我特别讲一遍，留着有
好像有光碟，还有讲记。我们再看下面的注解：阿弥陀佛，具无量意也。啊，以无量寿的第一种，第二种呢，这翻译了无量光。第三种呢，也翻译作甘露王，这个甘露王是密教的。啊，在弥陀经里面，佛给我们解释两种，无量光、无量寿，啊，这是大家普遍都知道的。啊，密宗里面，所以你看这个解释里头，有显教，有密教，啊，非常圆满。显密圆融啊，密教了以此三明，依其次第，表法身、报身、化身。啊，无量寿是法身，无量光是报身，甘露王是应化身。又可以为无量庄严、无量清净。啊，在这一部经里面，释迦牟尼佛称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啊，称他做无量清净平等佛。啊，所以经题上清净平等觉也是阿弥陀佛的名号啊，要无量庄严。又十二光明一切弥陀名号啊，这个后面我们都会念到。又阿弥陀三字，每个字也具无量意。啊，这三个字是要看梵文的意思，梵文，啊，三个字，啊，阿字为本不生之意，故是空地。天台家讲的三地，啊，阿。与空地相应，本不生灭。迷字为无我之意，故是随缘的假地。啊，陀字呢为如之意，故是中地。这三个字跟天台大师所讲的空假中三谛相应啊，名号里头具足三谛又阿弥陀密摄，这个书是日本新教大师做的，念老在这个注解里引用很多啊。那阿字呢，一心平等，本处不生，迷字一生平等，一心平等，无我大我的意思。啊，陀字是一心诸法，
如如极静矣。啊，又二字，这是密宗讲的了。佛不是，佛不的意思，是离之不二，法界体相故。迷字是莲花部，妙观察之，生法二空，实相本来不然六尘，如莲花故。陀字呢是金刚部的意思，如来妙智，自信坚固，能破一切妄想语言嘀咕。啊，又阿字空义，一心法体，本自虚妄，相空无故啊！啊，迷字假意，假有意，一心平等，诸法如幻，假有故。陀字中道义，一心平等，诸法离而别，无有定相可得故。啊，那么在这解释啊。阿弥陀，这个意思，经论里的所说的，祖师大德所说的，那么这些意思。我们参考资料里头都有啊，诸位看了时候都能够知道啊。刚才念的阿字本不生，空假中，金刚无部，我们都查过这些资料。啊，里面通通都有，都可以做参考。啊，这里面很多是密教所讲的。啊，我们再往下念，阿字有的意思，一心体相。本有不生，无灭净故。啊，迷字是空的意思。一心诸法，自心不可得故。陀字不空的意思。一心诸法，本来发生功德，无断绝故。又阿字是因义，佛界众生因一心觉，因一心迷。迷字是行义，断人法二果，正生法不空，至佛果故。啊，陀字呢是果义，是不二一心，如如立志，是此佛果故。如是差别法门，皆名自相，又如是自相，互无定相，如帝王珠，不可取舍，一心平等，不可得故。又曰：是故啊，唱阿弥陀三字，灭无始众罪；念阿弥陀一佛，成无宗佛智；如帝王一主，顿现无尽宝珠；弥陀一佛，速满
无边信德也。以上密师之说，顿开诸佛密藏，直显持名一法，摄盖一切法功德，专念弥陀，皆可迅速圆满自性本具之无边妙德，如上妙谛。这是佛知之见，正行此法，摄是一切事情难行之法。念老在这一段里面跟我们说，选择这个选出来的注解内容非常丰富，把大乘教里头所有的法门啊，显教密教精彩的部分呢，通通揭露在此地。这些东西一句一句要细讲啊，我们有丰富的参考资料，大概要十个小时啊。那么我们定的这一部书，希望1200个小时能讲圆满，所以有些地方我们就省略掉了。可是我们把东西都揭露出来，到处收集资料，啊，就诸位愿意学的多看，啊，看到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再来讨论，啊，用这个方法。这个里面结论结得好啊，595页倒数第二行当中，是故唱阿弥陀三字，灭无始种罪也。念一声佛号，灭81劫生死重罪，这个地方讲50，比81劫还多还长。80劫是有时间的，这是50。啊，这话不是随便说的。念阿弥陀一佛，成无宗佛智。啊，无宗是无尽的。智慧福德都得到了，我想求智，我想求福，用什么方法真能求到？念阿弥陀佛就真能求到。为什么？就为这一句阿弥陀佛能帮助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啊，真的亲近阿弥陀佛，这个福报有多大？没有人能比啊！到极乐世界就做阿惟越智菩萨，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这个结论我们要重视它。真的这个注解啊，太内容太丰富了，你把它看懂看清楚看明白，对于净土的信心就坚定了，再不会杂修了啊，什么都能放下了啊，华严法华都放下了啊，决定得胜，决定成就。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说法，
这部经是第一部经，是他所说的一切法的核心，一切法的所说一切法的枢要。我们决定不能疏忽，一生得到这部经，就决定得到成就。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